张文彩陪大家睇天气。今日继续时晴时雨，喺等压线图就见到啊，中国东南部受到高压脊嘅覆盖，天色良好。但系南海嘅低压槽就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啦。嗱，而喺香港咧，就系喺呢两个嘅天气系统之间，所以就出现阳光骤雨嘅天气啦。而天文台录到今日嘅气温系介乎26.5至到30.4度。六点钟气温27.2度，相对湿度97%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。交俾天气先生。先睇下预量图啦，嗱，见到未来几日系有雨带影响住香港，天气系会持续时晴时雨。到今个星期嘅中后期会受到低压槽嘅影响，天气会变得唔稳定。天文台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初时有一两阵雷暴，气温系介乎大约27到32度。而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，天气炎热，新界再高一两度。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有几阵骤雨，之后一两日骤雨会增多。预测空气污染水平就系轻微至到偏高。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12，强度属于极高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气预测。澳门同广州系有骤雨，厦门多云，台北有骤雨，上海系天晴，北京多云，首尔有雨，东京多云，曼谷有雷暴，吉隆坡骤雨，新加坡明朗，雅加达有骤雨，胡志明市有雨，马尼拉都系有雨，墨尔本有骤雨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天晴，奥克兰有雾，纽约同多伦多都系有骤雨，温哥华天晴，三藩市同洛杉矶系多云，苏黎世天晴，巴黎雷暴，法兰克福多云，阿姆斯特丹天晴，而伦敦系有骤雨。呢一节天气先讲到呢度啦，拜拜。